所只有男神的怪诞军校。基因战队就是一支集中了最优秀军人的战斗部队，是龙城军校生的最高荣誉。好的，好，你们干什么？一个冒名顶替的麻辣鲜师。这位是我们军校新来的心理学教官小韩。你个死八婆！他凭什么秒杀学霸？这里。教教官的课，金影别针，我们上一飞起。单挑学渣，看来我给他下的料都是不成比例的。上课，暑假冒险才刚刚开始。2015暑假开篇，偶像集结炫酷出击。下周二20点，资源天天喜欢你。